今继续关心是来自家己企业消息，这是创意发想舍我其谁。每年收到真侪小朋友期待的科学168教育博览会，将在7月19号和24号在江滨运动公园来登场。嘉义市政府想要举办着记者会，邀请着电影《赛德克·巴莱》当中演中年的莫纳鲁道少林演员林庆台来分享，伊有关着创意发想和实践，以及着克服难关的心路历程。现场更有嘉义高工学生带来着机器蛇和机器蜘蛛 PK， 现场相当趣味精彩。江义高工同学带来精心设计的机器座表演，点名今年度科学168教育博览会主题“创意发想，舍我其谁”。在表演当中，并且出着机器蜘蛛和机器蛇来斗阵 PK， 相当精彩画面，吸引现场小朋友围观，大家拢直呼实在是真神奇。每当拢吸引超过10万人次参与的科学168，今年已经举办进入第九档，活动包括着主题特展、创意大师讲座、科学游戏专区、科学竞赛、定向越野等等五大项。主办单位尽扩大举办的场地，希望让更加侪的小朋友拢会当到阵来感受科学的美人魅力。对过去人潮汹涌啊，我们觉得一个场地是比较不足的，所以我们又在港平国小呢增加一个第二厂区。那第二厂区跟原来的体育馆呢是有一点距离，那我们为了弥补这个距离，我们设计了这个定向的活动啊。那说从距离当中呢有5站到7站，就看看来参加游戏的同学呢，年龄的多寡呢，给他5站到6站到6站7站不同的一个游戏的过程啊，这个大概是跟往年最大的一个不同。但是事实上呢，每年的精神啊都是一贯的，就是透过游戏的方式来导引我们小朋友从游戏当中体会到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然后这个知识、方法跟态度呢，最重要就是应用到他以后的科学教育的学习，应用到自己日常生活里面了。科学168今年首度办理定向越野活动，活动期间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体育馆户外进行。活动场域由江滨运动公园延伸到江滨国小的户外空间。伫咧6月25号开始，已经陆续举办着包括创意风车竞赛、少年科技竞赛、谁是积木王竞赛、太阳能车竞赛、主题数学竞赛、创意铁人竞赛等等各项的科学竞赛，已经陆续完成，将在活动期间来颁奖。在活动期间，舞台区伫咧上午和下晡拢有相当精彩的表演活动，麻烦因家长带着小朋友到店来参加。最新新闻，张玉明、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